哎呦我去！这猫砂盆盖儿都掀开了，起来起来起来了！不过啦，你瞅里面整的都跳起来了。哎呦我去！啥玩意儿？你们过年了找壁画呢？这是给你们买的双层的猫砂盆垫儿。双层猫砂盆垫儿就是。猫从猫砂盆里出来，然后把那个爪子带那个猫砂全都，哎呦我去！你让我解说完不行吗？你瞅瞅，哎，好了，李宝，谁打架也打不过胖虎，但是谁打长架也打不过李宝。我接着说，这个是双层的猫砂盆垫儿，会把他们带出的一些猫砂盆垫儿收到这里面，然后可以再倒回那个猫砂盆里面。你说你们把这玩意儿整下来干啥呢？你说，这不够卖纸壳的呀？来，给你们拿了个食品，起来一下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一堆大猫头。猫脑袋都给打上了，这里面这个球球是大号的，好像是重型果球，就是特别吸引你们猫味觉的那种球球，略微的能闻到一点味儿，但是呢，却够不到，舔不着，看你们着急不着急。这平时要是不盖这个盖儿，你们早就玩疯了，现在盖了盖儿，怎么还？闻不到吗？刺激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那胖虎大帅那是二把手，一把手。过去打架是一把手，二把手，但现在完了，被这帮后浪给拍完了。主要是胖虎大帅，人家都想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，对。但这个小狸猫、小橘猫还都是正当年的，当打之年。就特别喜欢打架，加油啊！我寻思你们谁聪明一些，就把这个桶给撬开，我给它打开，漏个缝儿，让他们闻到里面的气味儿。来，完了，这个前花打开都给掰坏了，这回你们闻到它什么味儿了吧？嗯，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？对，咱得舔吧，酸菜，咱让酸菜舔一舔。哎呦我去，咋的咋的？这怎么这是谁？怎么还李宝吧？你还想钻菊宝的腿下边？Oh no！嗯，这是大偶像来了，偶像对这个比较敏感。你看颤颤对那小盖儿上面也有气味儿。我去，偶像率先卖萌了，卖萌得看那偶像的表情，要不就他就白卖了。对，偶像必须打女儿啊！你瞅那小丑爪子，上来他就不管谁了，他一动情，那就动手。哎呀，李宝，想单挑偶像父女俩，偶像和宝宝。你瞅，爪子！你瞅，哎呦，我去，哎呦我去！刚才偶像又动爪了。你看，你瞅瞅，宝宝看着爸爸喝醉的样子。这他们三个都想凑钱。有，现在偶像，哎，你瞅啊！我去，李宝上去打颤颤，我去，你瞅，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你瞅，色子你在那趴着干什么？人家要过，是，你干啥呢？丁丁，这给你妈吓得正犯肚皮呢。宝宝确实不太适合玩这玩意儿。看看，一闪一闪，
亮星星的，那都是宝的口水。宝宝还是在一边待着的好。对，这个视频先拍到这儿，拍的时间太长了。